个奇妙啊，共12首，那竟然有5首都是假唱，这个确实当时我很震惊的。你卖那么多票卖出去，人家买的是想听你真唱，你如果唱不下来就不要开演唱会了，就在家待着就好。韩红曾呛唱不了别开冲热搜，相信音乐生命，请相信五月天。五月天终于回到上海。摇滚天团五月天近期在上海举办巡回演唱会，不料却因为这个疑似对嘴的片段深陷假唱风波。激起两岸三地热烈讨论，大陆网友纷纷开炮，这个声音都好假啊，演艺圈少了一个歌手，多了个演员。台湾网友则是相当 peace， 在粉专底下大喊五月天加油。其中歌手韩红昔日的旧片段也被翻出，掀起一波热烈讨论。非常的不应该，因为你吃的是这碗饭，你被称之为职业歌手，你不可以唱不下来，你如果唱不下来就不要开演唱会了，就在家待着就好。布洛克、麦田农夫甚至拿五月天上海场的歌曲进行音源鉴定，没想到告五人唱着也中枪。这应该是告五人的男主唱是吧，可以看就是不稳不准的。我们可以听到女主唱唱的就非常不准是吧，到阿信了是吧，非常的准。看这个不妙啊，共12首，那竟然有5首都是假唱，这个确实当时我很震惊的。大陆百万博主也比大雄更特别，晒出影片证明，表示自己私讯询问阿信假唱事件，却遭他封锁。对，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把质疑他假唱的人给拉黑了。你别恼羞成怒啊，人一说你就拉黑啊，更何况人家鉴定是用软件做出来的一个科学的判定，演出都没有办法继续。五月天的粉丝们就这还嘴硬呢，你假唱了就是假唱了，该认错认错，该改就改。相信音乐在3号深夜发文回应，宣布2023年巡演最终场巴黎场开放全程直播，下面还 #五月天邀你见证现场。沉寂一天，相信音乐也不忍了，郑重声明，五月天不存在任何假唱行为，请大家相信五月天。